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佩妮老师，今天来 Shoutback 进行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专访，很开心见到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美少年，这次跟大家见面。自花超过5000块去买什么东西？好，3、2、1。你这个怎么可能过百就花了？恭喜！别太快跑！我买8000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我最近开始健身了，你们知道，并不是说哦你赚很多钱，身体也是很重要的。可以帮助你健身的时候可以听音乐，可以加速你的运动效率，是不是很棒呢？好，第二题，你们觉得近期网购过最实用的东西？3、2、1。实用吧，有口罩就不需要保养品。你看你的肤况就需要哦。Kenny 老师在花钱上面都是花在刀口上面，没有所谓的叫做什么买废物的情况，这种事情是没有在 Kenny 老师身上发生。我倒还在钱，还要跟 Kenny 老师多学学。当然，如果今天呢，就从天而降100万，你的第一件事会做什么？我在写，就是还没好啊。那我在干嘛？佩妮老师在台北可以这样子，在最近的整个危机当中，把危机变成转机，但就是靠说，靠人家帮我缴房贷啊，变成租屋一族的吸血鬼啦，来让自己继续安身立命。所以如果有100万的话，老师佩妮老师希望可以再买第七间房子哟。那题是小的时候呢？因为吃糖会让皮肤变不好嘛，其实佩妮老师是建议各位所有的女生在那个出经来之前5年就要开始保养，让你的皮肤可以维持在一个最好的状态。但是我相信很多小女生都应该是做不到，但是因为佩妮老师自己也没有做到，所以佩妮老师是以一个就是苦口婆心啦，希望你们可以尽早保养这样子。如果对啊，佩妮老师知道他现在有困难，佩妮老师希望他就是有个安身立命的家这样。那个伴游先生也非常贴心，知道佩妮老师什么不缺，最缺一个爸，对不对？谢谢他，谢谢他，我们两个都是非常的实在又知心的好朋友。希望老师，我还是希望老师可以幸福啦，真的不用一个人那么辛苦，就是他现在什么都有了，朋友也有，房子也有了，然后你看。外貌外表也都有，但就真的缺一个真爱。我买了那个健身餐，健康的，刚吃而已。我买了那个口罩。答案是300。我接近一点了。内心的数字，因为我就是网罗，就是食衣住行，然后各大超商，然后感觉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网络百货公司的一个转换的平台，所以它应该不会只有16折而已吧？我说我写16万，16万，因为老师刚刚进来的时候觉得说。哇，这间办公室非常的气派，然后这边的员工素质也非常的好，所以其实老师不是觉得现在，老师是觉得以后会有达到这样子的成绩。这样子，请问就是刷贷现金会提前准备去哪？我的账户放在哪里？快到去创世基金会是不是？不太有智慧的一个问题耶，就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有一个 question？对，老师也是觉得说，那你们现在知道了吗？我还是觉得这题不该问呢、欸，就是怎么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呢？我真的觉得好多傻妞甜甜，我觉得我还是要讲解一下。讲解好，那你说，就是到了一个门槛，不就是可以去申请吗？申请它就会汇到200块，对啊，只要累积现金回馈200块之后呢，里面的钱就可以把它领出来了，而且是很实质可以碰到的，不是那种比特币。
因为我不确定。是最大的吗？有一些经济强权的国家。大错特错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觉得你们要加油，下回加油，好不好？